西。平时你狗酒做不得，这个你可以拿来泡酒喝嘞。你看一下，一个是不是超市的两个？你吃了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从云南那边和四川这边一起收过来的，感觉可不可以啊？这个感觉可以。甜不甜？甜。平时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吃着是不是有点那种酸的味道？哎，这个吃着是不是甜味？是甜味，这个是吧？对，然后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个东西达伟是山里面收的，我不和市面上的那种东西去一会儿再宰你。对，因为现在工作给大家带好货，是不是？谢谢点赞，达伟真可爱，一会儿探宰你。都拍到了吗？小燕爸爸晚上好，叔叔不识字，所以说他们给你打招呼呢。蒲公英茶好不好喝吗？这个怎么样，叔叔？好喝，嗯，喜欢就行哈。老人都挺喜欢喝茶的。然后对，叔叔阿姨，你们之前在我这儿买到雪燕呢，你们就可以在雪燕里面加这个红枸杞，还有银耳都可以，银耳也可以加这个红枸杞，还可以煲汤，直接干嚼干吃都很好吃，还可以拿来泡酒泡水都可以哈。平时拿来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最后50单，拍不到就没有了，抓紧去拍。39.9块在直播间半斤，半斤可以吃很久。全跟莲子可以一起的吗？可以的。谢谢你们对达伟。首先哈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们对达伟的产品的信任，谢谢你们信任我的产品，愿意花这个米来购买我的东西，这就是一种信任了。我能做到的就是把很好的品质的东西交到你们手上，这就是我对大家的责任了，谢谢你们。蒲公英茶有啊，在2号链接。质量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说你先琢磨，嗯，没事。感谢你们对达伟的信任，谢谢。收到是不是你跟我们看的一样货？当然。你们收到是什么样，当然就是什么样啊。难道达伟还拿个好的东西在这儿展示，然后给你们发差的吗？哼。小燕，达伟哥带货能力怎么样吗？好呀。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卖货可能10分钟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卖了多少货吗？好的吗？卖了1000单了，不管是送福利，不管怎么样，1000单了，有至少500个人复购不同的东西，他们信任我们的产品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还有最后50单，抓紧去拍，39.9块在我们直播间，这个红枸杞是半斤。然后最后这50单拍完了就没有，叫爸爸都不收彩礼，白捡了一个儿子了。你说啥呢？你说什么？过来我打一下。没什么呀。什么白捡一个？我说你好帅呀。还白捡了一个儿子呢。说你好帅呀。你说啥呢呀？我说你好帅。啊？我说你好帅。还白捡了一个儿子。你干嘛那么凶呀？那我走。嗯，谢谢点赞。嗯，嗓子快冒烟了，叔叔阿姨。喝水呀。嗯。叫你喝水呀。啊。嗯。啊。嗯，我就喝这个蒲公英茶，刚刚带给你们的。嗯，这个蒲公英茶真的好喝。谢谢点子，多喝点热水。蒲公英茶在2号链接，19.9。有，给你们挑一下嘛，你挑一下链接。挑一下链接去拍。蒲公英。19.9。蒲公英给你们挑了，可以去拍。今天咱就。打折，都说打折，我也想打折。不是给爸爸一样的，以后也是咱们。那以后。啊？什么？可能是想让你奋斗一下吧。什么奋斗？啊，他说多一点，然后给你那个。啊？啊，他就是，哎呀，你怎么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他说多一点，然后才有你才有那种激情去奋斗的那种感觉，知不知道？然后他以后再给你，知道吧？哦，这样。啊？不是吗？
可能是吧。可能是吧，本来就是。小叶。嗯。我给你从云南收了一个东西，你想不想看？什么吗？啊，专门给你带的。拿出来呗。我给你看哈。嗯。帮我充一下。没电了。嗯。没电了。他们都说贝母。什么嘛？贝母，你，我记得不是那个，是在你那儿啊？我刚刚都看到了，你过来嘛，我这。嗯。你脱那个嘛，没得穿。我喜欢雪燕啊，我本来就喜欢雪燕，我喜欢雪燕、尼尔，你们都喜欢，就是吧，就是了呀。嗯。这个我本来回到以前了，以前我就喜欢以前的样子，没有那么多烦了。我好哈哟。啥美人？爸爸给你们做小眼，没有。现在跟以前一样的，那其实说以前很好吗？刚都觉得以前好。燕子姐姐好漂亮，不漂亮不漂亮，我很丑的，我不好看。想不想要那个本本吗？他们都想要那个贝母啊，叔叔阿姨。想要贝母吗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想要的话扣个一。贝母不多，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，最近涨的。如果你们想要的，扣个一。我先给大家看我收的品质。那。我相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要贝母，因为你们前段时间这个时候，付什么的时候都买过我的贝母吃了，感觉这个对吗？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次我这个贝母你们知道吗？这一批贝母我走路走了3个半小时，走到山顶去几户农家去收的这个贝母，因为贝母4-5年，它一颗贝母4-5年只长一颗，它就是这么给大家看一下。把这个拿下。老的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你刚刚不是放这儿的吗？你他的肩往这那儿啊。不是这个，那个你面前，你，给大家看，你们叔叔阿姨哥哥姐们知道贝母是干嘛的？先打出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贝母，这个东西老贵了，四五年只长一颗。然后我们四川的贝母是所有贝母里面的，这个你们应该知道。天花不能讲，但是他们应该知道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现在在很多药房买的那种贝母哈，很多地方买的那种假的贝母，吃着甜的酸的，还卖到20-30一克的价格，而且磨得很白。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贝母。是我们四川的贝母哈，它是越小是越好，一定越小越好，而且没有磨过的。对，现在那个了，所以还需要。每一颗都是怀中抱怨中间圆屁股尖的这个贝母，吃着是苦的，微苦，它才是真正的贝母。大人和老人每天，你们上了年龄的干嚼3-5颗，小孩就1-2颗，像我这样干嚼。80一克吗？你们当地能不？像我这样干嚼哈，3-5颗。然后你们知道贝母它还可以干嘛吗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你们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有没有？有的话打个有哈。经常半夜哈，3-4点、2-3点，经常半夜起夜就，有没有？而且不停的，有的话打个有。你刚刚还那个呢？有的话打个有，不停的。有的话打个有，还有你们老公经常，你们家的老公经常抽这个，经常这个地方指什么画什么，
慢什么？还有你们家的小孩有什么经常笑什么？有慢什么？有吃什么？你们老公经常抽这个的，一定多去吃贝母。还有贝母这个东西，他为什么要去买这个贝母？为什么他现在那么贵？除了四五年长一颗，这么一颗要四五年长一颗以外，他对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有人应该知道哈。对这个地方我真的不敢说，但是他是这个地方，这边是我妈妈那个情况嘛，这边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就知道了，一个月一个什么，听我说。然后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个贝母在外面现在已经卖到二三十三四十，炒得高的有七八十一克，达伟从来没有变过价格。这个贝母我走了三个半小时，走山路，今天这个贝母在我们直播间，听好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准备好了扣个一，来，准备好了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扣个一。你们家里不管小孩老人，你们自己去拍一单，放在家里随时都需要这个东西，每天吃三到五颗，坚持吃一两个星期，你回来告诉大伟，整个人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准备好了都。今天在我直播间听好了，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从五个月前到现在，大伟价格从来没变过，可以放一两年，不管他长得有多凶，今天在大伟直播间准备好，三二一，上车，在我直播间，199，五十克，从来没变过价格，包邮。越小的贝母越好，上车。他怎么是鱼？抓紧去抢！听我说哈，你们家里的老人和小孩，每天哈，一定要坚持。如果你不能坚持，或者说不能坚持，咱就不买，好不好？留给有需要的人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愁卖的，每次一上车就会卖空。每天大人和老人家里上了年纪的，是像我这样干嚼，听着哈，干嚼三到五颗，干嚼三到五颗有点微苦，饭后干嚼三到五颗，每天就三到五颗，不超量。老人也是，大人也是，小孩子的话听好了，小孩子的话一定是一到两颗，好吗？一定要坚持，答应大卫，如果不能坚持咱就不要买，我宁愿我不卖给你，因为我想的是这个东西真的给需要的叔叔阿姨去拍，拍到了他们吃过后，他们回来会觉得大卫这个孩子不错，是真正的在用心做事儿。因为这个贝母我走了三个半小时车去很高的地方，包括我现在这个贝母我总共已经卖了三四千单了，从半年前到现在，你买没有一个吃过的叔叔阿姨说买的是酸的，你之前就是，如果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吃着是酸的，那就是假的贝母，没办法，因为真正的贝母它就是吃着是苦的，而且越小是越好的，懂吗？拿来磨粉冲服用。小孩的话觉得苦，你们就怎么样买一个泥，懂了吗？把中间给它挖空，挖空过后叔叔阿姨哥姐们就放两颗到泥的中间，把它捣碎，再放点冰糖一起上锅去炖，给小孩这样吃，和泥一起吃。然后泥本来就是那个，泥本来也是对这个地方很那个的嘛，懂了吗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买的酸的，酸的就假的，被骗。甜的酸的就假的。而且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市面上很多白大褂那些地方，他买的那种是磨过很白很光滑的那种，也是假的，不要去买那种真正的贝母。我们四川贝母就是什么，个头越小越好，吃着是苦的，微苦的，这就是真正的贝母。贝母这个东西它四五年的话，一株草它只长这么一颗，所以它很珍贵，但是它真的管那个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备一单，你们家里平时随时都有老人或者小孩是需要的，包括小燕的爸爸，小燕的爸爸之前不是经常一直包括他也抽这个，小燕的爸爸吃了，叔叔他是抽那个叔叔叶子贝母，你之前坚持吃了多久啊？叔叔啊，贝母你之前吃了好久？吃好了应该，我给叔叔拿了是100克，叔叔差不多也吃完了吧。然后现在整个人，包括你们听叔叔说话，他平时之前不是经常吗？包括直播的时候，现在没有了吗？我吃一个星期就好了。对，吃完了。
是每天是五颗吗？反正每天都要坚持吃。对，一定要坚持。我这个东西我不愁卖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每次上车我就卖空的，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米这个东西要真正花在这些东西上面，这些是值得的。我觉得你们觉得对吗？也不枉自我走了三个半小时去收那么好的贝母盒，一人米饭直接吃。对，一人米要小一点。 对，直接吃，199.59，在我这边五十个，五十个就两三百颗了，可以吃很久了。干嚼，像我这样直接干嚼，直接干嚼，微苦的。没拍到吗？客服，有十单，把那十个叔叔阿姨请一下，把他们踢一下，把这十单加上来，把那十单踢一下。 把那十单踢一下，叔叔阿姨不好意思，你们没付款，张了一下库存，我先踢出来，你们先去抢这十单。那个，你是那个烟什么可以吃吗？叔叔就是这个，所以你一定去拍。他经常抽这个嘛，包括你们家老公，然后大人小孩经常半夜慢什么？再加上为什么这个东西稀缺呢？因为最近不是富什么了嘛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需要，对。贝母。 内蒙拍不了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对不起啊，内蒙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就是我自己贴邮费我都给你们发不了，因为内蒙那些地方很容易丢快递，有的时候，所以就发不了，确实没有办法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实在抱歉，真的。明天发。先苦后甜，对，它回口是甘甜的，这个就是好东西，知道吗？已经上了，你们看一下，能去抢了吗？只要能付款成功，就是能发。 你们看，叔叔，你们听叔叔说吗？这个白木耳要胃空了，这是好正宗的。对，这个就好。来，叔叔再吃一颗，可以。再吃两颗嘛？你刚刚抽了那个。叔叔，我跟你们说嘛，叔叔每天在山里面放羊，像他这样经常干活在村里面农村的话。 他就对这些东西研究很多，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正很好。但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他们不知道这个贝母这个东西，不知道不妨。但是你们可以拍一单这个贝母回去吃个一个星期，看看是不是如达伟所说的。但是你们不一定抢得到，说实话。谢谢你们，拍好了，谢谢。 OK， 怎么样，叔叔？感觉可以吧？能拍就能发，可以。我能拍就能发，拍不到就没有，又没了吗？没了。那个快乐两宝贝，你这个慢什么能吃吗？当然，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样的人群吃贝母，先听我说，拍完了是吧？老板就可以。经常半夜起，然后贝母它可以。 它可以干嘛呢？指什么画什么，打在公屏，有卖什么指什么，有或者经常抽这个的去吃，或者这个可以那个高兴。呼和浩特真的发不了，那个烟什么是管用吗？当然，这个就专门那个。对，四川的贝母它就是一个这个里面越小的贝母是黄色的，没有磨过，吃着微苦，回口甘甜的。对，那个安妮，对烟什么，对。 春风十里也可以的，煲汤就有点浪费了，没必要。对，没拍到，加不加？你们说，想要的扣个一。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不知道别人或者怎么样，但是达伟的价格我从来没有变过，因为咱们也不缺卖的。永远记住一句话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便宜的东西它永远没有好货。对的话打个对。 除非像达伟说，我说我跟你送福利就是送福利，我说我要这里米就是这里米，永远别相信一句话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便宜没好货。这个东西吃进去的，达伟不愿意去卖那些不好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自己亲自走了三个半小时去收的，我很自信，这就是我们评分高的原因。听好了，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的库存还有个七100单左右。 100单左右，我去收的。然后今天我现在再给大家加50单，准备好了吗？每个人收到货都是，50克，有200到300克，准备好？3、2、1，上车，给大家加好了，可以去拍了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也谢谢你们对达伟的信任。你们不管是家里小孩子需要他，或者老人，或者你们自己回去吃一两个星期，回来给达伟说说。 就好了，达伟卖这个卖了2000多、3000单了，很多金了，大家放心去拍就好了，已经给大家加好了，谢谢你们的信任，但是还是谢谢。
江苏泰兴能发吗？能拍就能发，只要能付款成功就能发，你们抓紧去抢，因为50单也不多，可能很快抢光。你们点进去能付款成功，就是能给叔叔阿姨哥哥姐发。直接干吃好一点。我拍了2单，吃了很好。直接这样吃。可信，谢谢，谢谢你女士。达伟没有任何的托，你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叔叔阿姨是不是都是真正的活人哈？我不喜欢真正的活人，你这样说话得罪人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很多直播间他还找那种机器人刷屏或者怎样，我就很反感那种。我只想把我的品质做好。有一点点微苦，但是能接受。一天吃3到5颗，一天吃3到5颗。一单能吃多少天？200到300颗，200到300颗左右，反正50克的话。吃个1-2个月，然后你们一年一季的话，吃这50克其实就够了。对，我们都是回头哥，谢谢谢谢。那个悠悠，您是吃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八那个什么八斤天天上上百斤一？一起吃5颗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反正每天5颗，不要超量。对，谢谢你们。干吃，这个是被不是不老人也是干嚼，刘桂芬阿姨对。我直接买了2单，我问一下叔叔阿姨，听好了，有没有直播间的阿姨买给老公吃的，然后你们老公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的，有吗？打在公屏，就是专门你们买给你们老公吃的，有没有？对，什么100可以吗？那个梦里阿姨一定去拍，那个字我不敢说，太敏感了，一定去拍。我都拍第二次被母，谢谢。很多那个回头客。一单是50克，小孩的话2颗，不要多。小孩的话2颗，谢谢你们。忤逆，对，忤逆，对。大凉山很多主播封号了是吗？是的呀，炒作为什么不封号呢？对的话打个对。拿着我们大凉山的名义去卖惨卖穷，为什么不封号呢？我觉得封的好呀。为什么达伟没被封呢？可以那个晴天。对不对？如果觉得包括直播间的同行，如果觉得我和小燕是演戏的话，随便你们来拆穿我们，欢迎你们来拆穿。那我也没有。欢迎你们来曝光，我不演戏，我做生意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信任我们？为什么我们的评分，哪怕我一段时间没带货，永远都是4.9以上？为什么我只有20万粉丝，我带货还有5500多个人看，能卖出那么多产品？这是因为假的假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我们在用心的做人做事儿，对待每一个粉丝是真正的当家人一样去对待，我们没有想过割谁的韭菜，去欺骗任何的粉丝，所以我们走得长远。谢谢你们，对达伟，对小燕的支持和信任。对，叔叔，你刚刚吃了几颗？我吃了5颗。5颗、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甜甜的？这个地方甘甜甘甜，回口舒服点，回口甘甜，很舒服的。对，谢谢点赞。还有最后3单拍不到没有？直接干嚼，直接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直接直接干嚼，拍那单试试，谢谢。如果能这样幸福的演一辈子也很好，可是真的没有。那我干嘛要演啊？我不直接幸福一辈子不更好吗？啊，为什么要演呢？我们直接、直接幸福一辈子不？那你这样演的是开心的，那我现实又是难过的，那我为什么要去演不够高兴的呀？啊，我脑子有毛病。老人家没牙齿不会咬怎么办？就把它磨成粉，用水去冲敷。用温水。哦，客服没得小也好哈。太好了，谢谢点赞。然后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你们我问一下，有没有你们老公经常抽这个的，然后就给老公吃了这个，慢慢他这个地方就好多了，舒服多了。有的话打个有哈，我猜测应该有很多哈。肯定有啊。包括给，或者说这样子，给老公买的扣一，50克要给爸爸妈妈买的扣二，就是贝母买过贝母，给自己买的扣三，我看一下。今天开心，那我拍第二次，谢。那明天我看一下，扣一的是给老公买，扣二给爸爸妈妈买。他说刚有人到你号了，咋了？你看刚刚又给没有。谢谢点赞，拍了一单，谢谢。现在有人在播你的视频，
没事儿，咱们火了，咱们火了呗。看我怎么，你看，到我的视频没事儿，看我怎么起诉他，法律责任就完了呗。我是绝对，别的主播会容忍这种，我绝对不容忍。你随便倒，等我，你倒吧，然后等我那个，谢谢，到时候去法律让你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没事，你先随便倒，哈。因为你火了，第二次给所以才当你的呗。买都拍到了没有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感谢你们信任，在达伟直播间199买到是50单，我们四川的贝母，越小越好哦，50克，说话都说不成。那个用户贝母是50克，50克有大概200到300克左右，干那个就吃下去。然后大人和老人像达伟一样这样子干嚼，看好了，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干嚼哈。直接这样干嚼，小孩的话，小孩子的话也干嚼，觉得苦就把它用泥。哦，那个如意阿姨一定要去拍哈，对，如意阿姨你一定可以，可以一定吃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对，高兴的语无伦次了。你刚刚说的啥？没说啥，自己都忘了吧。然后也可以磨成粉，用水冲服。用泥可以，小孩怕苦的话可以用泥去蒸。那个方阿姨一定要去拍，只要是关于这个地方的去拍，只要是关于这个地方的，我再说一遍，什么样的人去？那个晴天阿姨可以吃吗？当然一定要去吃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去拍贝母？那个燕儿可以去。听我说，经常你们家的老人、小孩、孙子、孙女儿。半夜起夜，包括老人，包括你们自己，有慢什么这个地方，有支什么，或者笑什么没有这个地方，或者你们老公经常抽这个去拍的，包括这个地方去拍的，是不是有人没有情况的也备一单，这个东西你们随时会需要的，是不是有人，是不是有人我帮我们没得死，不管了，我想看没了吗，50单没了，又没了，没了。我今天我们生意太好了。等一下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还有最后50单了。我这次去云南几天，我收过来还有最后50单，全部一次性给大家发放。等一下，你们说加吗？我要留着下次你留的时候带，还是这一次？你们说加吗？吃不完当然可以放呀，可以放2年。到再不，搞什么可以吃的哈？那个阿姨对，没有，你们说加吗？内蒙真发不了，对不起，叔叔阿姨哥哥，咱们四川的贝母可以查一下，是不是天花板越小的贝母越好？咱们没有磨过，而且听好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没有，别，我还没拍呢，加不加？50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全部给大家加了，加上嘛，50单一次给大家加了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那个华姐可以吃哈，可以吃，3、2、1，上车。最后50单拍不到真没了。你跟他们说了是不是啊？什么他们都在问我怎么好了吗？什么什么？没事，不用管他们。等我回去再跟我。已经加好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抓紧抢，只有最后50单。谢谢你们的信任，这个贝母你们收到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对，已经加好了，那个高兴去拍。可以去。这个地方，去拍，对，没事儿。你要放在干燥的地方，然后平时出太阳可以晒一下。加好了。轻一点嘛。谢谢你们。那好了，小燕，来，你嗓子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最近。还好吧。来，你吃2颗。我觉得有点苦。你不要怕苦，回口是不是甘甜的呀？吃一颗吧。吃。还不给我吃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人家你知道吗，4、5年才长一颗，那我直接，你还舍不得吃，我不咬它，直接不行，必须要干嚼，要不就磨成粉，那我吐出来你拿去磨成粉。我还没有摊上。那个我看一下，那个林师傅，对，去拍，不用放冰箱，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好了，对，我决定，没事没事，谢谢点赞。你拍，还有最后20单，拍不到没有了，抓紧拍。谢谢你们信任，199是整整50克，对，
不用放冰箱哈，放在冷藏的地方就好了。对，叔叔阿姨，干燥通风哦，冷藏是可以放的，或者放在干燥通风的也可以。如果你们要放冰箱冷藏，夏天夏天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平时出太阳，你们就拿出来晒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放得更久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感谢你们的信任。还有最后，我看这儿还这儿显示还有最后的十单，抓紧拍哈。你轻一点嘛，你不会点啊？咋的呀？你凶我？那你凶我的时候呢？那我走。一天吃3到5颗，大人和老人，小孩的话就1到2颗。干嚼是最好的。那个孕妇，那个6988，你那个情况一定要去拍哈，一定要去拍我的这个贝母。对，还有最后五单拍不到没有了。你看，突然好暗呀，是不是好黑呀？啊，糟了！你看，然后我在电话，好傻呀我。我知道。分时间吗？一单是50克，50克是200到300克，可以吃1-2个月了。那以后我替他们回，我替他们给你，我什么的，我替他们提问，然后你来回答我。可以啊，你说了算呗。你一点都没有。没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四川贝母，四川贝母。贝母。就这样，是什么话什么的，对。宁师傅，对，对，他什么阿荣可以吃什么，拍不了没办法，内蒙我真没办法，叔叔阿姨哥哥你们，因为内蒙那边好品质，你们知道吗？难道我不想发内蒙那边吗？我内蒙和新疆太远了，不是太远，他那边经常掉快递，所以就设置拍不了，对不起叔叔阿姨哥哥们，我也很想给你们发。下次我专门去一次内蒙，给你们带过去，行不行？问了3次没回复我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看到。可以再问一下。可以再问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收到货满满的五十克哈。50克。嗯，50克。嗯，最后1分钟，贝母拍不到，我们就下车了哈。把提库存的站出来。我的天，我收的贝母一次你们就跟我搞空了，搞完了。但是这一批贝母品质老好了，不管你们是复购或者新第一次购买，会特别喜欢的。什么时间吃都可以吗？反正一天吃，大人的话3到5颗就可以。饭后吃，对。一拍，对。如果叔叔阿姨直播间有哥哥或者叔叔经常抽这个，经常去吃哈，你们会特别喜欢的。确实有用，谢谢，好东西才会分享给大家。我感觉也不是特别苦吗？微苦，对，我天天晚上吃5颗，对，我是早晨吃也可以，就吃一颗。嗯，放阴凉的地方或者放冰箱都可以。最后1分钟，咱们去拍。对，杨杜俊没收到，叔叔阿姨哥哥们，最近真的不好意思。干嚼最好，干嚼，或者说，哎，那个阿姨或者叔叔，你可以把它磨成粉，用水冲服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就感觉不到很苦了。对，小孩哈，你们家里小孩，就1到2颗，小孩的话1到2颗，或者买个泥把中间挖空，放2颗，放点冰糖一起上锅去蒸。小孩的话，对，很喜欢。谢谢谢谢，先给你拿去吃的。一颗很苦。那我怎么知道？那我刚刚他还让我必须吃呢，不用写直接吃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好好哟。嗯，那还可以，先说我不好，我揍死你。再说你50克哈，50克大概200到300克，叔叔